们刚才讲了，这个 reducer 是负责去处理我们的这个 state 状态，是吧？那么 reducer 它的重要一个特征，它是一个纯函数。那么什么叫纯函数呢？就是同样的输入会得到同样的输出。那么比如说，当我传递一个 a 进去的时候，它固定会返回一个 b，不会说我在某一天再重新调用的时候，它会返回 c，是吧？那如果说 a 每一次调用返回值都不一样的话，它就不叫纯函数了。那么纯函数有一些约束条件，第一个，它不能改写参数，比如说你不能去对形参进行改写，不能对形参进行改写。那么第二个，不能调用系统 IO 的 API，因为系统的 IO 是不是相当于有操作文件呢？那么文件是不是有可能会产生不同的输出，对吧？因为文件里面的内容是不确定的，有可能被其他的系统功能给修改了文件内容，所以说不能调系统的 IO 操作。那么第三个非常好理解了吧？那么 date 点 now 是不是随时随地都在变的？那么加上 math 点 random 这样的不纯的方法是吧？那么它每一次调用是不是都会变，都有变化呀？那这样变化的值会导致我们这个 API 变成了什么呀？不纯的函数了。所以说我们这三个一定要符合是吧？不能改参数，尤其是你传进来的这个形参肯定不能改。那么第二个不能调系统的 IO，然后不能调这样经常会变化的不纯的方法。这是我的要求是吧？我们的要求。我来看一下，我们 reducer 通常要怎么做，是吧？reducer 通常怎么做？那么第一个，我 reducer 调用的时候，肯定会传进来一个 state 一个 action，一个 state 一个 action。那么 state 就是我当前的应用状态。那第二个就是说我接收到的 action，比如刚才我们是不是 dispatch 一个 action 出来啊？那这里面我要接收的这个 action。然后拿到之后，首先第一步我要针对这个 state 进行一次怎么样处理，针对 state 进行处理。那么处理是什么呢？我通过 object assign 这样的方法进行深拷贝，我拷贝一份新的对象出来，然后在这新的对象身上再去加一个新的属性。那么下面这两个是等价的，下面这是 ES6 的这个写法，是吧？ES6 的写法，我把这个 state 怎么样做了一次拆分，然后呢，我把新的 state 给它合并进来，是吧？这两个是一样的。那么当然，如果说是数组的话，数组的深拷贝的写法是不是又另外一种？数组的深拷贝就是点点点儿，是吧？date，这样就达到了数组深拷贝的这个过程。那么 reducer 该怎么写？reducer 该怎么写？那么首先正常的写法是，那么我们这是一个箭头函数，是吧？一个箭头函数。那么当然第一个参数就是我的当前的 state，第二个就是我接收到的 action。那么后面等号是不是代表它的默认值啊？这是 ES6 的写法，等号代表一。代表 ES6 的默认值，那么当你 state 没有传递的时候，它会默认使用这个 default state 是吧？default state。那么我们在这里面通常都是做一个 switch 判断，来看一下我现在是哪个 action 被传进来了。那么不同的 action 当然会进到不同的业务分支里面去。那么这是我们第一种写法。那么第二种写法叫 combine reducers。那么 combine reducers 是相当于我把 n 个 reducer 进行合并，n 个 reducer 进行合并。那么这个 combine reducer 是我们经常使用的一种方式，因为将来我们的应用里面是不是要做很多的处理呀、啊？那么每一个处理是不是都是一个业务，都是一个 function？那么如果说把它写到同一个文件里面，同一个 reducer 里面，假如说上面这一种是吧？它是不是会越写越长，越写越长？那么当我们给它拆成三个 n 个是吧？拆成 n 个以后，是不是每一个 function 都可以拆成一个单独的文件呢？那这样，我们整个的这个逻辑包括结构，是不是都拆得非常明显，非常明确，是吧？那不同的人要做不同的业务，那么他可以把这每一个业务都拆出来，是吧？便于我们并行开发。